今天呢是我最后一天穿制服啊、然后场面蛮大的，因为呢是一个是在讲一个小女孩被困在一个电梯里面，然后今天正发生，所以我们呢就是救护人员就过来的话，你看场面是蛮大的。还有一大堆的人来跟我们一起，然后就拍这场戏，然后就是有救火人员啊，有救护人员啊，所以大家都很忙，所以今天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动作，很多很多非常刺激的东西，所以 keep tuned。现在在一个主屋的五楼，将会拍摄一个，就是那个电梯呢，就是卡在那边，然后里面一个小女孩做了先天症发作，然后我们就会进从那个入口处爬进去吊钢线，拯救小女孩。所以虽然动作也不是动作了，蛮危险的，可以危险也可以很安全，所以但我拍的时候会没事吧。所以蛮压力蛮大的，因为你这边一个 camera， 后面又一架 camera， 然后 camera 的后面又多一架 camera， 哇！所以当演员不只是为了一架 camera 演戏，为了三架 camera， 压力好大。我现在在一个电梯槽里面，缺氧，没有空气。你看上面是多么的高，然后如果掉下去的话是万丈悬崖，所以是会粉身碎骨的。所以其实蛮担心的，因为我也惧高症，很怕。加油！现在我们就是在那个所谓的 Alpha 里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吃饭。我们全部在这里吗？现在终于可以吃饭了，肚子好饿，所以 OK， 加油，继续加油。下车了，谢谢。哎呦，天！ One day。